小朋友们好，欢迎收看猪猪侠节目。小呆呆，你看这儿有一只狗狗。哇，好可爱的狗狗啊，我非常喜欢狗狗，猪猪侠好想摸一摸啊。小呆呆，小心被咬到哦。我知道，没有关系的，狗狗是我们的朋友。摸一摸耳朵、鼻子，真可爱，它还带着尖尖的项圈呢。转过身来看一看，哇哦，真是一只胖乎乎的可爱狗狗。咦，猪猪侠，为什么狗狗没有反应呢？为什么不动呢？它怎么一直在这儿趴着？好奇怪啊。小呆呆，我知道了，这其实是一个狗狗玩具。啊，狗狗玩具，太好了太好了，我要玩玩具。可是猪猪侠，这个玩具怎么玩呢？我知道，小呆呆，很简单哦，先把狗狗的嘴巴打开。哇，狗狗的嘴巴好大，牙齿好多。然后用手按狗狗的牙齿，被咬到手就输咯。哇哦，这真是一个惊险又刺激的游戏。猪猪侠，我们开始吧。好啊，那小呆呆，你先玩。小朋友们，我们给小呆呆数一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哇，有点可怕，也可以不按照顺序按哦。五、六、七，要到手了。小呆呆，七颗牙齿。给猪猪侠数一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啊，好可怕啊！现在猪猪侠已经超过了小呆呆，不知道是哪一颗牙齿呢？好惊险啊！八，好刺激。九，十，十一，猪猪侠，十一颗牙齿。小呆呆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还剩下三颗牙齿喽，真是越来越危险了。十一，咦，其他的牙齿都出来了，还剩下两颗牙齿。十二，好，是十二颗牙齿，小呆呆，十二颗牙齿。猪猪侠，从这边开始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七个牙齿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好了，小朋友们，游戏就到这儿喽。猪猪侠一共十九颗牙齿。小呆呆呢，也是十九颗牙齿哦，一比一并列第一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下期我们再和猪猪侠一起做游戏。
拜拜。